嘿，大家好，我是莫彩希，我是 Adam， 欢迎来到我们环保环岛最后一集。哦，最后一集，好舍不得。彩希已经说过好几次，要不要再环岛一次？对，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快意生活村。我们开车经过嘉义市的时候，我们有说到，哎，我们是不是到了日本？我以为我们在嘉义，有日本的味道。Yes， 所以这里有书店，有吃的，有一些小咖啡，很可爱的。这个是卖 waffle 跟冰淇淋的，还有空姐。What？ 你是个很烂的导游。So good then. So good then. Mom, we got you a gift. Now we only have like 40 family members left to get stuff for. Oh, they look good. 好看。这是我最喜欢的祈福。娶我呀。哦，好可爱哦。娶她。Happy. 哦，好一般的。Happy and. Oh, and.Adam's app come back. Wow. 环岛是不是有一些环岛飞、幸福飞？有环岛飞。你觉得下面很普通？你觉得下面这个幻想的，在台湾？不可能。特斯拉。Wait, what is this? 就我一台特斯拉，很好奇哪一个最重要？平手吧。没有，大家的心理上的健康最重要，当然最重要。还好我一台特斯拉，不要拿走好不好？There they are， 新的。哦、oh. ，我们的祝福 ，start。Look at this。我们刚到了光之影谷，这是中秋节才有的 light show， 对吗？ Yeah.哇、wow! ！我以为只是一个小小的步道而已。没有，很大。我们刚才去那个森林之歌拍一些好玩的完美照，然后 Adam 都赢了，大家都比较喜欢 Adam 的 pose。讽刺的。I knew you'd win though。怎么知道？因为你比较会摆 pose。我以为是因为人比较喜欢我。哦，也是，而且因为你比较帅。Stop。有水上，有月亮，我们去看一下。中秋节的月亮，这个好 bling bling 哦，超 bling， 浪漫的 bling。What is it, guys? 是什么？ It looks like a cornucopia, like Thanksgiving cornucopia. Oh, because it's the end of the harvest. 啊，对吧？ That makes sense. 中秋节就是台湾的感恩节。这两个节日真的很像。Adam, oh my gosh, wait, stay there.Your hair looks so good. My baby bird. It's like a 仙境一样。我最爱这种阿妈舞，我要去跳一下。虽然我很不会跳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和氏饭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和氏饭店。呜呼呼呼，辣日妹。我跟大家分享我最大的 pet peeve 就是 toes over the front of the 拖鞋。Oh no. 喜欢吗 ？No. Put it back. 拜托。没有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Not okay. You look so pretty. I love this. 谢谢。Wow. 你也很帅。大家看一下 Adam。我们正在穿我们饭店的这个浴衣。超喜欢。帅，很舒服。Oh, don't. Yeah. Oh, it looked like you were gonna rip it off. 从电梯走出来之后，就会看到什么？三楼。
拜托。因为只有三楼是这样子的。进来这种合适的房间真的非常的迷人，尤其是这个。Also, this is my favorite part of the room. 哦，你坐牢了。这个很特别，在我们那个科罗拉多的家。我妈妈也买了白石的画挂在我们的墙壁上，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有点想家。Miss you, mom and dad。你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那个云品住他们的合适房间，我们一直在找床，like, 第一次知道有这种传统。我们进去就说我们的床在哪里。So simple。我们现在住的饭店是昭平酒店嘉义。我们要睡着了。那我们就台南见。台南见。拜拜，我们到了台南，传说中的台南，吃的比景点多的台南。我们会吃很多台南的美食，然后我们第一站呢，就是台南有名的棺材板。那我们现在要去吃赤坎的棺材板，希望有素的，应该会有。Is down there? Yeah. Cool. Whoa.We got 箱子啊，箱子。Oh yeah, right here. Here we are. We're getting some coffin toast. 觉得这个店非常的可爱，真是那种 hole in the wall。这里在谷歌上有3000个评论，然后应该可以。这小小的地方有3000个，对，很酷。但是他们说可以做熟食的，可以做熟食的，也不会含有那个猪油，所以也不会造成问题。所以赞。这是原味的，原味的。谢谢。呜呼呼。好棒哦，脆脆的，脆度100分。Here we go。好。谢谢你，谢谢。总共140。140。对不起，盖着先吃。我，嗯哼，吃看看这个盖子。Isn't that good, like a crispy, 脆脆的面包? It makes me like smile. Yeah, that made me smile. So good. 谢谢，我吃到。Okay, go for it. 咖喱的怎么样? Oh my gosh. 嗯。That curry. Oh my gosh.Oh, it's so good. CP 值非常高的午餐。我想喝一头鲜奶。好，等一下，我们现在在充电。特斯拉要充电，它充得很快，充得很快。要给你看一件事情。你在干嘛？浪漫什么？It's really hot in here. 那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比这个还要浪漫，你知道是什么吗？应该是芋头鲜奶。这就是你要说的笑话是不是？就是我喝完一杯芋头鲜奶之后亲吻，然后满满的芋头味。No. Good job, Elon. 本来很浪漫，但是 Adam 关不了，所以现在整个车都超级热，我不敢进去。Oh my gosh. Adam, put the fire out. I'm trying. I don't know what to hit. It's so hot in there. 因为特斯拉我没有常常开，也是我第一次开这个。好了。Adam. Finally. Oh my gosh, that is so much 芋头。大概七分之五。为什么选那个比例？我之前买那个玻璃吸管，它破碎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要再买新的。是小塔西米露，好浓哦！你喝。Oh my gosh! That's so good. 跟那个西米露 ，Oh my gosh， 非常的浓稠 ，creamy。嗯我们现在要去关子岭的那个泥浆温泉，这个要体验，好香哦！我很喜欢台湾山上的生活。泥浆温泉旅馆 ，Ready？ Yep。
Yes. Let's go. 哇，好烫，好烫。这个。It's so muddy. 滑滑的。Yeah. Feels really good. 我只是一个在飘着的头。All right. 我的身体都滑滑的。对。很冷吗？很冷，很冷。I'm really trying, guys, with this thing. It doesn't stay on. Look. Coming off. Too bad. 这里可以卖绒毛，所以我们买了新的，这种好很多。Wow. Is my back right?应该有很多地方有迷江温泉，就是我们迷江，你哦，应该是有很多迷江温泉。哇，迷江温泉一定很有趣，超级赞！谢谢你们的推荐，很棒的经验。Yes， 很饿，现在7:30。我本来在想，我们应该不要吃早餐吧，因为今天整天都会吃东西。没有，结果。This is like the least we've eaten in a day of our Huanda. 今天晚上会好好吃。我们先去太郎中华拉面，拉面素食的拉面。在台湾停车真的很不容易。I think that's it, baby. Yeah, this is it. 纯素。这个餐厅是个秘境，超级赞的，只有一个老板，里面只有7位子，然后因为有人在排队，所以老板会出来介绍菜单，因为每天的菜单都不一样，你也不能定位。台南的食物真的很强。我现在要走到国华街，找台南有名的白糖果，当做一个甜点。等一下，我没想到9:00全部都关门了。我们以为这里很像夜市，但是他们是下午才有的。下午是，我们以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秘境，就是哦这么低调的夜市，结果都关了。难怪没有人。那我们去一个夜市看看。啊台南夜市大失败，我们大失败，我们大失败，我们吃不了白糖果，我们没有这个缘分。后面就是无胜夜市，然后刚好那个北糖柜那个卖家，他今天刚好没有卖，糟糕，那么累，糟糕了。好，我们另外再找一个台南的甜点，如果找到，我们就再带你们去；如果找不到，那下一秒就在饭店。OK, go.成功了，我们找到了 the last open restaurant in 我们不在饭店。美豆花、奶茶炼乳、糖水、我很喜欢雪花冰，我觉得比雪花冰好吃，比较 soft， 比较 smooth， 有味道。哇，很配。Oh my gosh, y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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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 我之前吃过胖，但是自从来台湾到现在，我又胖了，好像有几公斤。感觉我的身体变了。我终于遇到我的春季了。Oh my gosh.我舍不得我们的环岛明天就结束了，我觉得每个城市可以玩一个星期。对，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对，因为每个地方的感觉的 vibe 真的很不一样。而且每个地方有不同的小吃、美食、景点，真的很棒。我们回来饭店了，我们去这个狗狗主题房间。
我们不用怕什么，因为里面会有无数只狗狗看过我们。嗯，我都说了，保佑我们。欢迎，欢迎，好可爱。台湾老爷就在百货公司的旁边，所以很方便。明天结束我们的环保环岛，他舍不得。Yeah， 哦，没有，明天先去高雄还车，马上坐高铁回台北。那我们先睡觉，好，明天晚上见。Nice, good job. 我们等一下可以吃。It fits. 、You look so cute. Look at the size.